wait.中药是怎么样？是怎么样？我狗嘞？干嘛嘞？你那里顶到底？他怎么会在桌子上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妈妈把垃圾桶收起来不让你咬，泡面也都收起来了，现在怎么样？从这样子爬上来，怎么会在桌子上面勒？我问你，平常这张床你就是假装上不来，所以殊不知你其实是会上来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爬到桌子上去的？我问你啊。然后你这个下面这是什么？哈，我问你，这什么什么什么？偷吃我中药？你现在偷吃中药是怎么样？是怎么样？